我觉得这个单元在目前我们的台湾的综艺节目当中呢比较少见，而且要团队合作。对啊，一锅屎就会害了整锅粥。没有，只要有一个人聪明的话，他可以帮忙稍微整对一下。哦。但是如果说一队四个人里面的组成分子有人脑、猪脑和水脑的话，可能就组在一块。啊，有的队员是很坚持的，像潘若迪那一种，死都不愿意改他的答案。你只要站到旁边，他说不行，我就要站第一个，会造成我们有些队长的困扰。争取团队的荣誉，大家加油！今天题目呢都跟大家生活有一些关系。好，我们的小中队准备成功。耶！好了，节目结尾完毕，现在要一起来动动脑喽。这四个选项好好的拿哈。跟着老师动一动，谢谢性感老师动一动，好，谢谢。每一组一共有三题，这是我们的第。走什么台步啊你？电视都这样演，他们都这样啊。请问你刚才有的表现，故意表现出轻盈的感觉。天啊，感觉到整地板很晃。对，好，看一下这几个选项啊，准备第一个选项，小钟的是。我们一起追的女孩，那些年啊，那些年。来，第二个李延景，犀利人心。哎呦，那都是电影的。第三个蒙甲，果然。最后一个，哎呦，大伟卢曼，漂亮，漂亮。漂亮。顺序好，题目是，请将我们下列这四个选项，这些电影依照破亿的速度排出先后顺序。哎呦，这难的。先的啊、他们的思维都破亿，他们都破亿，他们是破亿数。有人播了多久之后破亿？有人播了，你知道意思吗？有人是10天、8天、1个月、半个月，不一定，好不好？是破亿的速度，破亿的速度，对不对？30秒讨论。我觉得你要大伟一个，大伟嘛，宽姐拍的谁？蒙甲最慢，因为黄豆会带赛，因为他帮忙。蒙甲是最慢，我觉得那些的犀利，我觉得犀利应该是最。他最后票房好像还没有破亿嘞。有了，犀利最慢，犀利这四个全部破亿。那我说，我觉得 Manga 好像还犀利跟 Manga 两个比较，那我们猜拳好了啦。最后5秒，哦，难点，就这样子。对，挂了，没了啦。你认为大伟卢曼破亿的速度，他是什么时候破亿的？最快一上第一天就破亿了吧？你抢银行啊？第一天就破亿啊？好像一个礼拜。一个礼拜破亿。对。你认为是一个礼拜？对。所以我们一起追的女孩是。其实她也蛮快，但是她是后面那个口碑传出来之后才慢慢破亿的。蒙甲，你认为是？蒙甲好像也是一个礼拜之内就破亿了。那是你们排第一个，对不对？那你刚排的第一个啊。哎呦，七人七是多久破亿？慢慢破，慢慢破。好好讲哦，慢慢破，不是一次破完。他起码一个月才破。他起码，对，不是骑车。我可以暗示你们，我们今天所列的选项，全部都在半个月之内破亿。哎，这两个月，半个月，全部都在半个月之内破亿哦。是前半后。好，到底这个选项答对了没有？请公布。3, 2, 1。跟我讲中几个 ？EA 中一个是吧？对 ，EA 我不能讲是谁 ，EA。他刚刚看那边，所以应该是那边中的。我是 A。蒙甲大概是第三哦。这些应该是最后。第二次选择，我应该是这样哦。开始。对对对，应该是这样。对，犀利人气不是因为犀利人气没那么快吧？你要想哦，犀利人气那个电视剧就很红了嘛。然后所以大家又会去看啊，那像这个都是传票。大伟好像也是后面才冲上来的，真的吗？好，来，是这样。好了，我告诉你啦 ，EA 是他，我对，犀利人机是最后嘛 ，EA 是他，20秒计时，前面三个，完了，来这里，好了，我对红豆很有信心呢。我觉得那些年蒙甲嘛，这样，真的吗？这样肯定对了，我感觉到。我觉得那些年，等一下一样道理哦，我们 EA 你要告诉我们哪个 EA 哦，当然，就这样了。3, 2, 1, 好，所以，对哈，蒙甲第一就对了，有黄灯会一定大卖啊。对，大换是对的，但有没有可能换成还是 EA 呢？请公布。3, 2, 1。好，答案还是 EA。还是耶啊！可能不是很厉害。你们三个这样转，刚刚大伟卢曼是第几？第一啊！刚刚在第一啊！所以是那些年是第一啊！好，跟大家报告我们的答案。厉害了！正头
我们说的破亿的电影，正头正头哦，是这里面最久的哦，对，12天，犀利人妻10天，哦，大尾卢曼7天，猛甲6天，我们一起追的女孩4天破亿，这样才是标准答案。很难，不过也还好，这一关没有答对。哎呀，好，来，我们两边攻守交换。好的，接下来换我们的蠢蠢队进攻啦。来来来，好，我们非常可惜啊哈，其实这四部电影我们都有看过，对，但是不知道它的这个速度。对啊，谁会知道？好快，4天很快哦。接下来请他们抽一下。好的。哎呦，这个助理小姐就好，我觉得这有点难。来，请看一下，黄登辉拿到的是，哎呦，齐秦，一定要这样。皮克斯抽到谁就要模仿谁哦，皮克斯，头发那个，马桶盖啊。皮克斯会模仿吗？你就弹吉他就好了。对啊，对啊。然后陈恒哥，陈启生，他空灵，他空灵，他空灵，对对对。他没有那么 gay 白。阿贝是谁？哦，宪哥。好好好，永远哈，你是派大星对不对？谢老板对不对？谢老板，落差感觉很大。来喽，哪一个先出道？请依发片歌名的长到短，排出下列歌手的顺序。最长的最第一吗？对，最长的第一。计时30秒，计时开始。皮克斯什么歌？我这个。他们的歌应该就是，你说快点快点，不会很 gay 鬼 gay 拐，大概都几个字而已。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想起我？他第一个，其实这个最短，他是不是有单一个字的？他没有，还有很多长歌，然后歌有长的，还有很多耶，还有长的，从长到短嘛，长到短，陈绮贞应该有长的，大约在冬季，我觉得这个还有一个字，你到最后，我觉得这个短，这个你两个要换。我觉得皮克斯没问题了，没有答案会讲，中了啦，完了啦，中了，完了啦，这样怎么厉害？真厉害，做音乐人呐，吼，对对对对，要给一些在那边，中了，真厉害，假鬼假怪，而且演的还不太好，跟我们刚刚一模一样。EA 而已，中一个，哎呀，中谁 ？A 在 A 在谁？中谁？你们猜？宪哥，宪哥啊，一定宪哥最错。哎，宪哥不是最长的，中齐秦，你看。所以有人比宪哥长哎，宪哥那个很长，有人比宪哥，我跟陈陈哥都比宪哥长，好不好？我们在说歌名，我说歌名啊，说身高，因为世界末日，世界末日之乌漆抹黑真好听，好棒，这首歌。哎呦，只有对一个，就对一个，宪哥第二名啊，宪哥第二了。好，再给我们想想，计时30秒，计时开始。我觉得这个年轻人的乐团比较会写，很会不会加鬼加怪，可能会很加鬼加怪，这个加英文啊，有可能会加英文。那我第二好不好？我觉得我很多乐都要变，因为都要变啊。因为陈绮贞她比较属于那种比较有气质的路线，她不会。因为我们三个一定要都变嘛，对不对？旅行的意义，三个都要变。旅行的意义，吉他手，对，好。对啊，都是比较短一点。静静的躺在我的衣柜，有没有？最长应该就是这一首了。对，静静的躺在我的衣柜。类似像那样子的。三、二、一，你应该不会是第三吧？不可能是第三，给你们再想一下，不可能是第三，可以再换，很难说，不用 ，Ben， 不用 ，Ben， 麦克，Ben， 对了啦，一定对，确定不要泡面的面，是不是郑杰 ？3、2、1，还错。这样还错，还是陈绮贞会是第一、啊，还是对，而且重点是还是一 A， 这还是一样，陈绮贞第一了，我占第一，那你就要第三了、啊，第三了、啊，真的假的？这个这么长哎，可是，在我们去唱歌的时候，在那个点歌簿里面。没有几个哎，没有几个比宪哥长的，这样子才是。就是有些歌不会拍 MV 啊。我跟你讲，陈绮贞22个字，什么歌？什么歌？歌名？我们连觉也没睡，决定连夜赶去拜访艾利克·克莱普顿。什么 ？Every Captain。连你念都有障碍了，就知道片名有多长了。来，请不累。我又不相信有这首歌。连觉也没睡，决定连夜赶去拜访艾利克·克莱普顿。哇哦！耶，好酷！而且一开头就是歌名哎，一开始就是。我们连觉也没睡，决定连夜赶去拜访艾利克·克莱普顿。这是 rap 吗？艾利克·克莱普顿接受了好友的妻子，让我惊讶地开始崇拜他。
OK， 哇，厉害耶，真的有耶，这是歌名。歌名，哎呦，这是歌名吗？歌名跟歌词，宪哥也是啊。是不是这样的夜晚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？那皮克斯呢？皮克斯歌名叫做，它是二十个字。哇，爱的旋律之五百第四张专辑主打歌《爱情的尽头》。给归给管，简介。讲话嘛，你这二十个字是专辑介绍吧？对啊。天哪，歌名。你有听过这首歌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我也是第一次听到。瞎搞什么炉？太炉了啦！然后宪哥的该唱的嘛，十七个字，是不是这样的嘛？你才会这样想起我。对，齐秦，他还有个十三个字的，十三个，哎，有那么长。让我孤独的时候还能够想着你，让我孤独的时候还能够想着你，对不对？是这首歌吗？哦，这二三十年前的歌，我忘记了，听出来了。还能够想着你，对吧？黄灯辉，你很投入哦，你 key 打哦。OK。恭喜晨晨队也没得分啊！那接下来换小中队进攻，来看我们来，直接换，来就位，我们直接就位，来。这些这是什么？对当对当对当，这怎么看？好，第二题有难度，请看选项，分别有草度，第二个金钱度，第三个牛百叶，第四个。牛沙瓜，什么？这什么的？你是我哥？这什么？这是牛的四个胃，四个胃分别有的名称。牛有四个胃。现在题目来了，请依牛吃下食物之后所经过胃的顺序。谁不懂？我们猜太难了吧？我看一下，你不要讲牛，牛沙瓜，问到人他们都不知道了。我也知道百叶豆腐啦。好了，顺序呀。三十秒准备，计时开始。你应该是第。草应该是第一个，连钱都不知道，你们知道牛草的时候，牛吃草啊，金钱度应该是最后，对，因为奢侈品变大，变大变奢侈品，奢侈品黄金百叶比较多片，还在草，还在草，还在拉拉的时候，拉完之后变沙子，变沙，拉完变沙子，牛沙瓜，磨那个植物的时候，是被磨百叶也常听到哎，百叶一常吃牛百叶啊，对，我觉得我应该是最后了，因为变黄金了，变黄金，对，金钱，然后这两个哪一个先？金钱的，请归位，好，只能猜了，把牛百叶放在第一个，它食物下来先经过牛百叶，再经过草度，牛沙瓜最后才叫金钱度，对不对？对。现在这个选项经过全部大风吹之后，牛吃的东西经过的四个顺序，答对了没有？请破题。哦，对哦，猜惨了，猜惨。One， 答案是。哇，这不可能。大错特错。这题难度啊，这题超难的。零 A 一定零的，假的啦！这我可以拿这排十次都排不出来。再给各位三十秒，可不可以直接零 A 我换这个？给我们就是这么讲，第一个是什么？放个水。第一个草度。对，就是刚刚。所以度应该都在前面，金钱度应该第二个。哎呦哎呦哎呦！百叶最后。哦，百叶最后是。牛沙瓜。没有，站过这里。他刚刚站过这里。我去。哦。还是这样，我觉得我们会被队长。十九，你觉得半决这里该怎么样？啊，5 4 3 2也只是这样猜，太难了，太难了，就这样了。你们这个站的跟一开始拿牌子站的不是一模一样的？对啊，就换。有吗？真的，你要换第六感。草度、金钱度、牛百叶、牛沙瓜，真的第六感。你们一开始就这样站，有，搞不好我们一开始就对了。对啊。哎，小中队这一次有牌等于没牌的顺序会让他们蒙对答案吗？知识排排站史上最赚钱的职业来喽！请依收入高到低排出下列运动项目的顺序。F1 没有那么多钱啦，带我去哪里？它是车子贵而已啦，车子贵。F1 它只是车子贵，它开的人没有拿多少钱啦。太多司机要开宾士车。人也没什么钱，收入也还好。一，你看车子很好，本身收入很差的。啪啪啪！